红河谷哦，对，还是很大啊，等了半个多月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过得去耶。今天如果过不去，就要换位置了。等了半个多月，就是要去后面看看台风过后，它那个它本来分成两条溪嘛，不知道有没有变啊。半个多月水都没有退啊，那个水坝放水还是都放很大。看起来是有一点顿顿的，应该可以过。整片被洗深了，你看渗下去了，这陆地变那么高。这第二次台风也是差很多，地形又整个又变了。看起来那边是有比较浅，但是，哇，越走近觉得越有一点不妙哎，好像蛮深的。看看吧，过不去就换位置。哎，看样子是过不去了。这边应该是，可能还会到腰啊。靠近一点去看看，还是走不过去。到小鸟的位置啊，但是最主要是那里的水太急，很危险呐。水太急了，差两天，差一两天，一两天过后就过了去了。没办法，提早来，那里又没几个位置可以钓。月光这边来哦，到这里来就不是为了钓鱼了。有没有办法钓鱼无所谓，到这里来就是要有木头可以烤肉的。这条路已经荒废了，夏天的时候说要开，但是后面它已经中断了。怎么讲？连下来的地方都被堆垃圾了，所以没办法。我本来要开一条路下来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只能从日月光走过来了。这边底下很多小溪哥啊，小小只的在那翻翻。今天要走到后面去，走到后面去那边找一个最平的那种浅濑，过去对面烤肉。啊，能钓多少鱼就其次了，因为来这边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以烤肉为主。这里来，结果还是要看运气。这片水啊，这里的水太急了，就是水把它分成这么一大片平的话，我比较有机会可以过去。但是又怕它中间有一个深沟，就没办法。Loss。在这边的话，如果过不去的话，只能在这边找木头吃午餐了。哎呦呦！希望这片比较平缓过得去啊，有够大片的，已经把这规片拢叫洗平去啊！要行到对面去，要行偌远的呢？希望中间的流不要太强，先走看看，危险的话就不要了。一下吧，好不容易走过来了，等了半个多月，等了半个多月才走过来。从最宽的那边，水最分散的那边比较没有那么急，走过来，还好这边还有一点木头啊，稍微晒一下，应该是没有要钓鱼的，应该直接吃午餐的。这个水太大，要钓应该也不好钓。无锅鱼的，红泥螺无锅鱼，七摸八摸的，11点多了。8点多从家里出发，找钓点找不到，过不去，弄到现在连鱼都没有钓。11点多了，说真的是，不过今天本来就不是想要来钓鱼，鱼又钓腻了。
这一只大只的包起来，小只的直接烤。大只的用包的较紧，这样应该会刚好一起熟啊，因为这也不是很大只啊，所以应该很快。这也是很漂亮啊，只要火控制的好的话都蛮漂亮的，只是包起来比较不用去那边去灌鱼啊，较轻松。它没有包你就要一直顾着，嗯，它这个应该还很软，还很软哦。那它直接这样收汁就好了，收到收给收给了，烤得很漂亮，收收收，但是先吃一只啊。它这个就是吼，你要讲。烤两只小的不如烤一只大的，因为它可以一起吃。等一下再吃这只，这只就比较冷了，就快干了，你知道吗？开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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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零星就是接接接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不可能没熟的啊，以外功夫来讲。哦，里面好多汤汁哦。我上一次有烤一次这个红泥螺哈，我有说过它这个肉质比普通无锅鱼还要好吃，而且它的汤汁好像比较多。你来看嘛，刚刚也汤吼，给它收较屌的感觉。哦，有无有无？有没有？啊，你啊喂，好像很多汁水的感觉啊。我都没客气啊。对啊，这个红泥螺这个五锅真的是有差啊，所以我现在都买这个啊，这个两只，昨天买的五只200，这个大小在五指幅吧，五只200还有帮忙杀，我留两只来烤，其他的就打鳞片了。打鳞片就是要在家里面用煎的。哎呀，真的这个好吃啊，嗯。真正是有差啊，无怪人要改良这鱼，不是改国改鱼，改作金丝的较好看。而且它肉真的有汤啊，汤汁那么多。有看无？整个拢汤啊，这个汁水啊。哇塞，冒水啊，娘喂，这个水量真的是含水量超饱和，娘喂，这个小只的
也有一个好处是不用包锡箔纸，也可以烤很漂亮。但是小只，你分两只吃，等一下我那只小只的就会比较凉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盐呢，撒在这个肚子里面，肚子里面有汤汁哦。这肉因为包在里面，所以一波。咸都无足咸的啊！你免烦恼讲，还佫混盐，连伊原味啊，尔。哦，你真听有影。赞。是手机哦。我看，拢是接。这红泥螺真正。行到倒拢是食啊，嗯，哦，这个一只三两下就被我吃完了，换另外一只啊，这只小只的就你就已经冷掉了，啊，如果你继续在旁边烤，你人又没在那边顾，又怕火长起来。靠黑搭，所以吼、哦，都烤两只就是这样。你看，伊这皮冷去吼，看这只无讲介绍，伊皮冷去，较黏条，你知影？有啊。虽然还是漂亮，但是比较黏了。啊，明仔喂，哟，伊只肉就较干啊。嗯，我还是放在旁边，还有温度的地方，所以它至少还有一点够烧着啊。但是这只较无成熟啦，但是小只的确实是烤起来很快啊，大概然后20分钟左右就烤好了，两只20分钟左右就烤好了，而且不用包锡箔，一边都还没钓鱼耶。都只是找钓点啊，找木头准备烤肉。哎哎哎，小狮子就可以这样拿起来吃了。哦，对啊，哇，小狮子这样翻起来好方便哦，整块肉都可以吃了。嗯，用手吃感觉感觉更爽。嗯，你娘喂，你给吧。吴锅鱼真的是好吃啊。新鲜的无锅鱼，我觉得也不会输那溪里面的鱼，而且刺又少。肉厚，刺又少。不过买无锅鱼要买哦。有那个这样讲，不点来白搭呀，不要莫名其妙出现一摊很便宜的你就买啊，那个有可能就是受水沟抓的。
像我烤的这个无锅鱼都是固定摊贩买的，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他固定摊贩租在那边的，他不可能买那些来路不明的鱼啊，搞砸自己的名声。所以买无锅鱼啊，要买那个固定摊贩的啦，这样比较，他比较垃圾的无价鱼。